聚酯纤维是什么面料？聚酯纤维俗称涤纶，聚酯纤维是由有机二元酸和二元醇羧聚而成的聚酯经纺丝所得的合成纤维，简称 PET 纤维。涤纶具有许多优良的纺织性能和服用性能，用途广泛，可以纯纺织造，也可与棉、毛、丝、麻等天然纤维和其他化学纤维混纺交织，制成花色繁多、坚牢挺刮、易洗易干、免烫和洗可穿性能良好的纺毛、纺棉、纺丝、纺麻织物。涤纶织物适用于男女衬衫、外衣、儿童衣着、室内装饰织物和地毯等。由于涤纶具有良好的弹性和蓬松性，也可用作絮棉。在工业上，高强度涤纶可用作轮胎帘子线、运输带、消防水管、缆绳、渔网等，也可用作电绝缘材料、耐酸过滤布和造纸毛毯等。用涤纶制作无纺织布可用于室内装饰物、地毯底部、医药工业用布、絮绒、衬里等。聚酯纤维的优点：聚酯纤维具有较高的强度与弹性恢复能力，因此坚牢耐用、抗皱免烫。它的耐光性较好，除比精纶差外，其耐晒能力胜过天然纤维织物，尤其是在玻璃后面的耐晒能力很好，几乎与精纶不相上下。另外，聚酯面料耐各种化学品，性能良好，酸碱对其破坏程度都不大，同时不怕霉菌，也不怕虫蛀。聚酯纤维的缺点：聚酯纤维的吸湿性差，吸水性不强，抗溶性差，容易吸附灰尘，是由于其质地所致。然后就是透气性较差，不容易透气。最后就是其染色性能较差，需要在高温下用分散性染料染色。